strong. The water's deep. My heart is heavy and my mind won't sleep. Oh, can you hear my fear it breathes? I need to know if you're the shadow I can see. I will run to you when the waves break through. I will run to you, not turn back. There's no turning back. 还在查跟爆炸有关的案件。对啊，昨天爆炸案现场线索实在太少了，周围的监控也没有拍到嫌疑人。我就想把所有的资料再看一看，查查能不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这么一页页的翻，翻到什么时候？人不能太依靠机器，最后还是靠自己的经验跟直觉。查案查案，还是得查。好，问题查。画不了像就办不了案了。走，带你看看，没有画像师我们怎么办案呢？好吧，跑到去城北的瑞景小区，我马上就到李慧家。前面的路口我放你下车，这案子也没什么你能发挥的。不一定，要是看见可疑的人。有意思了，要跟就保持清醒。我不是
认为这是个巧合。I looked up and saw your face again. You pull me out of the water. 行，那这样，大家先去刘小晨家附近做好布控，我去找他们。经核实，是上品玩具店的老板林志杰。但这个林志杰啊，他并不在上次那个夏令营，所以应该不是炸弹客的下一个目标。石老师说他要自己去玩具店确认，让排爆小队先去保护刘小晨。怎么办，成败？刘小晨，你们先去廖晨家。